陈彦，昨天晚上哦，美股反弹，那台股今天也跟着表态。哥，这些好消息出来哈，包括美股的一个大涨，让今天台股大涨了将近300点。我觉得主要昨天还是美股四个指数是连袂的表态，尤其是费半涨幅是特别惊人，超过3%，这个也是推使今天台股大涨的一个原因哦。当然，我觉得整体的产业面，我觉得多空的消息，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讨论啊，不能说一昧的看到大涨，我们就建立欣喜哦。以目前来讲，电子产业当中还是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终端需求的部分的一个下滑已经开始影响到中上游，面板的部分预计四月已经下滑了超过20%，整年度大概还是会下滑大概14-15%左右。镜头的部分今年还会调降10%，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，主要还是来自于智慧型手机的一个影响哦，上海跟昆山的一个封城。当然影响到整个苹果的一个出货，所以现在他也往这个鸿海的郑州厂想办法请求支援，增加3000万只的一个销售。所以今年很明显，我们看到苹果对于今年手机销售的预期是持平的，不像过去每年调高销售预期哦。而且新手机的出笼至少可以调高5%-15%，但是它今年完全没有，可见是相对保守哦。所以今年的 iPhone 的生产计划，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跟去年的水准一致哈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然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产业面到底哪些好，哪些不好，尤其是面板跟镜头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。但是我讲说还是有一些好消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特别宣布哦，摩尔定律应该还可以继续。摩尔定律可以继续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整个晶片发展的一个突破上，应该能够持续维持领先哦。所以也现在已经预计可以降到1纳米，甚至2埃米哦，因为曝光工具也能够跟上。所以像 AMD 呢，新的这个Ryzen 7000是架构在 Zen 4的这个处理器啊，就用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。那因为它用的 Chiplet 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呢，对我们的封装厂或是基板厂也能够受惠哦。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利多的消息。但是最近这个 GPU 市占率高达80%的 NVIDIA。第一季财报虽然优于预期，可是第二季财报预测是不可能，应该不会比预期来的差。那因为它其实是台积电的大客户了，所以这个部分好像大家会去关注对台积电的影响。那因为台积电股价的好坏又影响到台股，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。那目前台股第三大全值的电子股是联发科嘛，那联发科最近也被外资稍微降评，就跟我刚才一开始讲到智慧型手机，尤其是 5G 这一块销售可能不如预期有一点关系，被稍微调降了这个目标价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郭台铭退群哦，退群退什么群大家很关心，是退群创的群啊哦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他是不是不再看好面板哦？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产业的问题，可是我觉得他是退以退为进哦，未来大家在讲说他有没有可能把整个面板的产业做一个整并，这可能是他在思考的另一件事情。那另外一个，之前鸿海到美国这个威州厂，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哦，可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动作，可是每年要付3600万美金啊，哦，各种的一个费用，所以后续的状况怎么样，我再帮大家追踪。那因为今天台股大涨，主要外资买超了203亿、外资算是回来，因为美元稍微走弱，台币升值，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。那尤其是台积电今天大涨超过3%，哦，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整个晶片的一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。那联电也稍微开始回笼，也涨了 一波、那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其实是电子纸，电子纸的应用非常的广泛，加上碳中和的一个议题，而且可以用在电动车的一个车色上，所以股价持续创新高。原物料价格的上涨主要反映在这个绿能风电，所以华星持续上涨。那升息还是有利于这个相关租赁产业中租上涨。那最近涨多回涨多的股票开始有一些修正，像智源啊、旗宏啊，还有像惠阳等等，所以类股开始轮动了，大家可以慢慢观察有没有筑底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稍后回来。